兄弟们快看，蛋仔岛周年庆大更新了，到处张灯结彩，焕然一新啊！有一周岁的大蛋糕，哇，我的最爱！奥利给，干了兄弟们！有川蜀风的戏剧舞台，哇，死水火锅！奥利给，干了兄弟们！不是，我秀妹子啊，咱别光惦记吃的呀。就是就是，你还拉上我就过分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好了好了，兄弟们，既然蛋仔岛周年庆了，咱的保安工作啊可不能懈怠，以防不法蛋仔啊乱搞事情。是的。走，咱边巡逻边欣赏。哎，等等，你们看前方那是？哎，我说哇卡兄弟，咱们这样伪装成蛋贩子偷盲盒真的好吗？哎呀，辉哥，你没看这盲盒机都开了洞吗？不就是让咱们白嫖盲盒吗？有了盲盒，不就有皮肤了吗？嗯，有道理。好，弄。浪哥是蛋仔岛的保安，咱们小心点儿，千万别被他发现了。这群蛋贩子太过分了！看大家都沉浸在周年庆的喜悦里，他们居然钻空子偷盲盒。过分，太过分了，咱必须得严惩他们一回。冲啊！呆，小小蛋贩子居然敢光天化日之下偷盲盒，完了，瓦卡，是浪哥的保安大队，这怎么办呀？还能怎么办？跑吧，可别被浪哥认出来了。哎呀，快走，快走！啊，想跑门都没有！打死你个龟孙儿！呵呵，算你们跑得快。浪哥，你屁股着火，你也跑得快。盲盒站长，盲盒站长。蛋贩子偷盲盒被我们缴获了，现在物归原主吧。哇，蛋仔岛有你们守护，真是一方平安。嘿嘿，职责所在，不忘初心。说得太好了，你们守护了蛋仔岛这么久，既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蛋仔也已经一周年了，那为了回馈你们保安队，我决定把这些盲盒折现送给你们。啥？送给我们？啊，对对对。哎呀，多不好意思啊。给你，你就拿着，还在这谦让上了。好的，兄弟们，大家看这里哟。哎嘿，缴获的盲盒折现了6548个蛋币。这下我终于可以抽喜欢的皮肤了。来吧，开整。可以抽到至真少女梧桐的扣111，认为抽不到的扣222。切，扣222的兄弟们，你们就瞧好吧。来，第一发十连，咱们直接出至真，走。哇塞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兄弟们？第一把就出了一个紫色皮肤青青，浪哥这欧气还可以吧？来，第二发紫皮熊猫碎碎。给我冲！我他妈来了！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太丑了吧！还火锅将军呢？别老子闭嘴！行吧，运气还行。来，继续第三发，来！还再来。再来！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带来的心。啊！哎呦喂，刚一给我整这一出是吧？行，放大招，音乐起，再吸吸屏幕前的兄弟们的欧气，肯定能一发入魂。放手一搏吧，别顾虑太多，这就是男人该有的心。不他。竹笋背饰啊，对对对，那肯定是吸的不够啊，我再吸，这次肯定可以。走，放手一搏吧，别顾虑太多，这就是男人该有的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就剩400单币了，网易爸爸，你就给我出个至真皮肤吧，孩子不容易啊。6000多蛋币，就
就给我抽了一个紫皮青青啊，剩下的全是幸运碎片了。得，啊，臭浪哥，啊，就你这手气啊，飞球肯定了。这一顿操作下来啊，还是要用碎片才能换出至臻了。